么顽固啊？咱先不说别的，老弟一个月工资5000吧，娜娜一个月8000，谁养谁呀？我儿子呀，公司待遇好，节假日礼、年终奖什么都有，再高他工资也是低，这全家的开销不还是娜娜一个人负担吗？再说了，老弟，不是咱们家什么时候非要跪着擦地了？那妈说什么就是什么呀？你都多大个人了，你没有一点思考能力啊？妈说男的不能干家务，你就不干了？我听话孝顺能有什么错呀？倒是姐，妈让你给我凑5万，你钱带来了吗？没有。你不是公司待遇很好吗？你怎么还找我要钱呢？闺女，你就这么一个亲弟弟，你混得比他好，你帮帮他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？妈，凭什么呀？我看我就应该像娜娜一样，她走了我也不来。你，妈，你说张扬现在一口一个我妈说，一口一个我妈说，还不都怪你？从小的时候，你跟爸爸就把他寄养在外婆家，他从小就缺失母爱，到长大了，你还非要跟他们小两口一起住。本来他们夫妻感情挺好的，可是你一来，张扬为了顺着你，什么都以你为中心，搞得娜娜在家里边一点家庭地位都没有。就是啊，您来了以后，他就跟变了个人似的。我妈怎么了？我赡养父母不是应该的吗？那你就自己挣钱，自己买车，自己踩脏的地板自己擦，自己做饭自己吃。妈，现在网上流传着一句话，娶妻不娶伏地魔，嫁人不嫁妈宝男。你是想让小张扬当妈宝男呢，还是想让我当伏地魔呀？你是让两个家庭都要支离破碎吗？我这不是为了你们两个操心吗？妈，我看你还是回乡下去吧，年轻的时候你缺席我们的成长，年迈的时候你又来干涉他们的家庭，有你这么爱孩子的吗？张扬，你记住了，在一个有公婆和孩子的家庭里面，夫妻关系才是定海神针，夫妻拥有着第一的发言权，这个家庭才会坚如磐石，妈宝男的结局只会妻离子散，孤独终老。